电机，然后那布往下了一个套，不能全，电机住起来，弄掉了，是不是？等一看你都明白了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赶快，你给我那电机也扎住了，我昨天现在不愿意。啥上去了？嗯。 啥里头打个大球，搁大石头在那个都得掉两亩水，就手上那一点说说，手上的。这边亏都亏都都上万呢。一下雨就足够了。这上多少比较合适？这玩意儿说吧，这三五十。这个大船，不行，这钱都背着，钱都大手袋。啊！别忘了，这个价格。 Thank you.